他的这个应该是求助的，他的这个应该是求助的。他的这个应该是求助的。他们发现了这个耳机的收音。他的这个应该是求助的。助听器，助听器，听力的，助听力的，是只带一个的。去那门诊哈，好好行，扶他去门诊。要不要去那门诊叫个医生过来一下？啊，你是哪个门诊？给你买瓶水，你先喝点水哈。好。这个时候两个人的分工，一个去买水，另外一个在这守护老人。守护老人，对，两个人的配合还是嘛非常默契嘛，对吧？而且这样的配合是没有沟通的，对，并没有说来咱们俩分工啊，自然天成，你干嘛我干嘛。